孙云飞目前上升势头是很明显的，尤其是在时尚界多次看到他个性十足的身影。孙云飞外形在同阶段的女艺人之中算是相当优越了。此外，随着孙云飞的迅速走红，众多品牌也找到他当代言人，不管是公开活动还是日常点滴，孙云飞总是欣慰十足。作为粉丝们心目中的完美女神，同时也是张一山的绯闻女友，孙云飞的一举一动总是会格外引人注目。29号下午，一则孙云飞在家自拍的片段曝光，这是他为了纪念自己每天的打扮专门分享给粉丝们看的。毕竟这么时髦的风格，很多人都想取取经。孙云飞一直都是以御姐路线为主，很多衣服都是深色系，就算是私下里和闺蜜聚餐也是黑色西服配吊带裙，头发披散在肩头，气场全开，魅力足。孙云飞很喜欢对着穿衣镜拍照，可以看到他家里的摆设也很接地气，门口堆了不少东西，特别有生活气息。当孙云飞往后走了几步，镜头拍到他的全身照，这才是真正的老天赏口饭吃吧。孙云飞为了搭配黑色上衣，特意选了一双特别高筒的靴子，搁在一般人身上是很难驾驭的，但是看到孙云飞在镜子里映出来未 P 图的腿，我是真的酸了，妥妥的超模范。孙云飞对外公布身高是169，而他的一双竹竿腿特别苗条，再稍微加上一点高度的鞋子，就已经让很多男生有身高方面的压力了。很多网友直呼张一山能 hold 住吗？张一山对外公布的是176，两人曾被拍到一起旅游，孙云飞应该要穿平底鞋吧。